哦，这房子有够古老了，你看这，就在马祖庙的东边。你看这历史悠久，土埆厝，你看用那个土，用土块来做墙壁耶。这条路啦，吼，这条路就在国义后天后宫妈祖庙的东边了，哈，东边这条路哦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直直走，直直走，然后到了南二高速公路哈，那个涵洞附近哦，左转进过高速公路涵洞，就是到那个陈永华夫妇的。衣冠冢坟墓那边，这条路直直走。你可以到陈永华将军夫妇的衣冠冢那边。你看那个图是太极图哎，那个图是太极图。